起火单位是沙田博康村博日楼21楼，直窗烧到甩咗出嚟，吊吊揈，周不时仲烧到有碎片跌落街添。呢一场一级火之后蔓延到楼上嘅单位，搞到人哋部冷气机都变成火球。唔止传出爆炸声，烧烧下仲跌埋落街添。噼里啪啦，新年又流，唉，好夸张啊！烧得连侧边啊，呢度外面都开始啲烟喷出嚟啊，应该成层楼都系黑烟啊！依家哇，烧通晒啊，里面啲火系咁喷出嚟啊！消防喺起火单位射水，当时啲窗框已经烧到冇咗噶啦。我再对上几层楼都黑晒啦，已经外墙已经黑晒啦。而楼上被焫着嘅单位，消防都有射埋水噶。警方呢一日下昼4:14收到多个报案，话个单位起火冒烟。消防4分钟之后到场，派一队烟雾队拖一条喉灌救，半个钟之后停止增援。初步知道冇人受伤噶，但系救出咗一只可能吸入浓烟而唔舒服嘅狗狗。消防除咗喂水俾佢啦，救援人员仲即场帮佢急救，好彩就冇大碍，已经交翻俾主人啦。而起火单位楼下嘅19同20楼，仲有楼上嘅22楼，总共大约100名住客要疏散，起火原因有待调查。